观众大家好，此产品是源自于我们对于海洋环境污染的重视，因此我们决定做出这个能做出实际改变对于海洋和污染的排放方式，并将人类的排泄物及处理转化为有再次利用的天然气资源。并能触及个人隐私的环保马桶，并以廉价、安装快速等优点来普及于各类小型船只的产品。这是我们此次研发出的产品。这个漏斗状部分是我们马桶部分，然后由这条连通管向下延伸。到了储存槽，然后会有这个气体进行固地分离，还有气体到储存沼气的轮胎内，这次轮胎能转化为可用的。转化为可以使用的沼气能源，可以在船上进行发电的是燃烧使用。此漏斗为我们的马桶由排水管延伸于粪便及厨余储存槽。并加入厌氧生物，并由上方软管，在储存槽内分解出沼气，并由上方软管将产生之沼气运送至轮胎内。此时储存之沼气于船上可进行燃烧或者是发电使用。讲了，瓷保特瓶上的漏斗部分，我拿开，是类似于马桶之类的东西，马桶类的东西，经由管，经由管子来排放排泄物，进到排泄物的储存槽。然后再加入厌氧生物，以进行厌氧消化。厌氧消化后的气体，可以经的气体转化为沼气，沼气则由软管进行上，沼气则由。则随着软管进行而进到轮胎内胎中，